天灾吼，这道真正天灾啦！阿宏带恁来看者，恁甲看我后壁遮，这条是主要道路哦。伊后壁树啊倒安尼，吼、哦，咱的高雄市长有承诺三工重建，是毋是有淡薄仔在操蛋？我毋知。环保人员有够无够，伊家己心知肚明。你用较侪时间来重整嘛，袂要紧。啊，毋过恁共党的，恁共党的柯志杰，啊，毋要甲你建议一下。现在大家在重整家园的时阵，是无分男女的，这真正无分男女。恁在看灾。有媒体，恁迄毋是学做看灾，恁迄学做咧作秀。为什么我会安尼讲？恁要叶倒叶树啊？你们要清这些倒掉的树木，要有媒体跟着。柯志恩，根据阿宏的了解，伊是行来民间，走向民间呐、啊。去看到问题，来回报问题，要来解决问题。这个柯志杰先生，你会当讲出这个满嘴全嘴烂的话出来，我嘛钦佩你，我真正钦佩你。天灾造成的灾害，大家是要一致的来重整我们的家园才对。刚才主持人有提到，人如这次又淹了，为什么会这样子淹？你有提到草堂的问题，而且啊，我们要甲朱启林以及来宾，甲您报告这点，啊，未使讲，因为曾经有人来提醒我。提醒哦，我是讲提醒哦哈。那部分我自己如果在直播的时候尽量不要讲，所以这件事我就不提。今仔日啊，我们要甲大家报告，因为时间有限，我要甲家人的市民讲一句话，用恁的智慧来看待高雄。高雄市自从韩市长被罢免之后，高雄市变成什么样子？经济也好，所有的饮水也好啦，我安尼讲好啦，饮水的问题重现了。我希望基隆人，你们要用你们智慧的眼睛来看待高雄市。不要重蹈覆辙。一个基隆市谢国良市长，他为了你们基隆市讨回了该讨回来的土地，一个会当带来给恁希望的市长，希望恁在投票的迄一天会当选出智慧的，转出恁智慧的一票。我只有一个建议，希望基隆人能够留下谢国良，造福基隆市。搁再来，阿宏嘛要提车，但是卖我无要称呼你市长，因为你无资格和我称呼你是市长。为什么你去违章？军号路，你爱带着大队的人马，以及媒体，你是安怎无爱行来遮看我的？这路卡的过去，这条是主要道路。来，阿宏哥，我想甲你请问一下吼，我正徛伫嘉明路后壁，是偌济人回转啊？是，哎、欸，阿宏哥，我想请问一下吼，因为。阮进前，阮的制作单位甲你联络的时阵，你有提加一点，就是讲，
是不是只要你去直播，然后你发现说这个地方没通了，有见到媒体或者自媒体传播出去之后，好像比较快就会被清理，是这样吗？马上就被清理掉了。我昨天晚上在大悲路神农路衔接大悲路要往长庚医院往陈清如棒球场的方向，我昨天晚上8点从那边经过，我拍了一个影片上传，结果大家请听好了，我半夜2点再去看，已经清干净了。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有人去报啊？你怕媒体知啊？你才要去做，你是在做我上看。所以你也跟我说这次清理的过程当中，这个速度你还可以接受吗？还是说其实你不能接受的是为什么讲的跟你听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速度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因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环保局嘛，每一个区都有环保局嘛。你是怎么不爱一个区的责任区，由本区向仁武区，你由仁武区的环保局出来处理仁武区的问题呢？你把仁武区的环保局调去哪里？我希望你讲清楚，为什么我可以在右仓看到仁武区环保局的车子？是为了要让你去那边让媒体拍照吗？是，好好来仁武阿宏呢，现在在地点，你现在这个所在是马迪尔林仁武嘛，对不？哈，那其实林木窟诶，是在我们仁武区，在我们仁武区的松义路，是松义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他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确实还有一部分市容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陈其迈有提到，他希望3天之内可以完全恢复。来，谢谢今天哈仁武阿宏哥跟我们连线，感谢您哈，带给我们这个第一手的画面。主持人，你再给我10秒，我带你们看一下。这里是完全没有清哦。啊，改过来，完全整条路。完全整条路，你们看到的只是它过来不要进来。你们看到的只是前面这一颗，后面你们看一下。这个单机麦，这里3天有法度人处理吗？你是在装笑的哦。好啊，我看到后边那两三层啊，看到这一路上是很多的路数，其实都是这样子一整排的过去的。规划拢倒的啦。